我欠你什么？左子辰，他是我让给你的，不然你以为你能得到他？ 玄珠，大胆，竟敢直呼本谷主姓名！你不认得我了？你玩什么把戏？也难怪，这毕竟是阿蛮的脸，我们也有4年没见了吧？真的是你，帝女。 你乔装打扮，费尽心思混进来，你要做什么？报复我们，还是准备和子辰旧情复燃？你放心，我不是和你来抢左子辰的。你对他的好，我比不过你。你也终于承认有一件事情比不过我了，真可笑。 堂堂帝女，今日终于要对我认输。是了，如今你也不是什么帝女，无处可去，跟贱民没什么两样，难怪不再傲气。玄珠，除去左子辰的事情不说，我自认为没有什么得罪过你。你为什么这么恨我？你配吗？从小时候开始，你就什么都不肯输给我。 凡是我要得到的东西，你都要抢走。我一直都搞不懂这是为什么，我从小就盼着你死，现在也一样。你竟然没死。从前我一直搞不懂这是为什么，后来想了很久，终于明白了。姨母一直盼着嫁给我父皇。 谁知最后心愿未曾了，不得不嫁到诸侯国去。他心里一定十分不甘吧？住嘴！他想要做皇后，却又做不了；想生个有皇族血统的孩子也生不了。他心里十分不甘吧？你恨我，你想压过我，我不怪你。你和我扯这些旧事做什么？有什么意义？凭什么说不怪我？ 你以为你是谁？我不怪你，但是你欠我的，你要补偿我。我欠你什么？左子辰，他是我让给你的，不然你以为你能得到他？你竟然跟我坦白身份！ 就是为了说这些。这是什么？蒲公英啊，你没长眼睛吗？我的意思是，这是用来陷害我的东西吗？玄珠。 你与子辰是我在香曲山上的意外，我来这是另有目的。
所以我不能任由你再这么胡闹下去，你懂吗？你就不怕我说出去吗？你别忘了，天元国还在追查你的下落，大离国的帝女，你不会。 白河龙湾的爱徒，香曲山上的奸细，是你吧，玄竹？